Showgirl 用平板操控运送车送饮料，天气这么热要把客人带进来，当然要有 special。 来到自动化工业大展呢，其实不是只有冷冰冰的机器，你还可以跟机器人互动玩。21点和荷官比赛，21点发牌的竟然是机器手背，有模有样，透过侧边镜头侦测，多人单人都可对战。主要是在搬运，然后做一些焊接，然后最近比较多的是雷射切割的部分。缩小版的智慧工厂也搬到展馆，透过云端乐高玩偶、衣服颜色联控，通通可质化。73年老牌公司机械手背、雷射等零组件也卖进台积电和友达等大厂。我下单的人，我其实第一时间我就可以马上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拿得到货，所以在效率上来讲的话，绝对是以前至少10倍以上。一样打进半导体界，广达集团旗下协作型机器人内建视觉，把手眼脑合而为一。两颗大眼睛，艾普森的双臂机器人，乍看下有点像 ET。内藏6颗镜头，有 3D 视觉，可以辨识空间和方向。传统的单臂哦，我们在运作的时候会需要很多专用的机构，来让这个单臂能够运作。但是有了双臂以后，基本上你不需要做任何的机构件，所以它的弹性非常大。可帮您开会。像是这个双腕视觉机器人呢，它的手臂是相当柔软，全身总共有15个关节。那我只要呢这样按按钮，它就会帮我拿饮料。平常用来组装精密零件的手臂，连饮料都能开。各厂花招百出，就是希望能在这面积有5.5个足球场大小的展馆和800多个摊位中脱颖而出。东森财经新闻陈碧、张博祥台北报道。